Hello，今天呢，我们就要做一个 video，是关于 Sophie 的十个问题，快问快答，你们可以答问题吗？可以吗？OK，Ready go，Action，那真的，Action，Are you ready？头发乱了，弄一下。OK，所以我会问你十个 question，可以吗？OK，第一个 question，你叫什么名字？Sophie 你喜欢人家叫你大 Sophie 啦、妹妹啦，还是菲菲？妹妹。OK，第二个 question 是，你长大了要做什么？做功课。OK，还有第三个 question，如果爸爸妈妈、哥哥掉进去河里面，你要救谁？哥哥跟妈妈、爸爸。不可以只可以救一个人罢了。一个罢了，叫一个妈妈出来，然后带哥哥，然后带爸爸。哇，第四个 question，你觉得你跟哥哥不一样的地方是哪里？你最喜欢哥哥什么？你喜欢哥哥的眼睛啊、鼻子啊，还是喜欢哥哥照顾你？照顾我。这样照顾你，跟你玩 toys，然后拉你的手。OK，第五个 question。你有跟狗狗骂架吗？没有咩？狗狗有骂你吗？怎样骂你？拿老蛋。啊？是吗？是拿老蛋。谁拿老蛋？狗狗。狗狗拿老蛋，怎样打你？狗狗这样凶的、啊，你喜欢狗狗吗？狗狗这样凶，我们把狗狗送给人家呗？真的、啊？OK，第六个 question，你喜欢去 school 吗？叮叮，叮叮，什么是意思是叮叮？我在 yes。喜欢去 school 做什么？玩 toys。还有，你在 school 有认识 friend 吗？还是东西也是做功课。然后还有 next question 是，你最喜欢吃什么？翻翻。OK，我还有一个 question 问你，就是如果哥哥去 Raiden 家做哥哥 exchange，你会 happy 还是会 sad？ Happy。怎么 happy？ 不 happy。Happy 还是不 happy？ 因为你喜欢哥哥是不是？喜欢 Raiden。OK，next question。为什么你要剪头发？你觉得你剪头发比较美，还是 Jason 哥哥剪的头发比较美？我自己。你自己啊？为什么你要自己剪头发？太long了。可是你可以叫妈妈帮你剪，还是 Jason 哥哥帮你剪呢？你觉得你现在头发美吗？所以 next time 你还要自己剪头发，还是要叫 Jason 哥哥剪？自己。你还要剪多一次？Okay, last question. 你喜欢爸爸还是妈妈？妈妈跟爸爸。你是 family。Family 有谁？爸爸跟哥哥跟妹妹跟你。我们是 family。I love you. Okay, last question. 你觉得妈妈比较美还是 Sophie 比较美？妈妈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妈妈比较美？那你觉得你最喜欢哪一个 Disney character？ 就是 Elsa。你将唱 Elsa 的 song。Let it go, let it go, can't help me anymore。还有啊 ？Do you？ Be a snowman, I can't live day. I see anyone knock the door away. And now it's night, we should tell me why.OK， 现在你要问我什么 question？ Animal 哪个大师 ？OK。OK。妈妈，什么 animal 是 start with animal？ Monkey。叮叮。还有啊？还有什么东西在锅里 beat the monkey？ 锅里啦。叮叮。还有啊？还有一个东西是 start with s 还是什么 ？Snake。叮。
还有什么东西是 start with？ 台哥低头 tic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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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什么？台哥咯，你就讲安色了。还有什么东西是 start with？ 怎么 monkey 是这样子啊 ？Monkey 咯，你就讲完安色了。OK stop。Hi。Hello。刚才我就问了妹妹十个问题，下到问你了。OK， 你喜欢人家叫你 Jacob 还是狗狗？所以现在问你问题，你可以答我吗？可以。OK， 第一个 question， 如果爸爸妈妈跟妹妹跌进去河里面，你要救谁先？只可以救一个人。妹妹。怎么？怎么救妹妹先？妹妹先救妹妹先。救我跟爸爸呢？然后救最后两个。OK， 你最喜欢妹妹什么？你喜欢他的什么？我不知道。有欺负你妹妹吗？你觉得妹妹有整天欺负你吗？他这样欺负你？嗯，灭我了。他灭你哪里？灭我手。狗你咯。你长大了要做什么 ？Soccer player。怎么要做 soccer player？ 因为我喜欢玩 soccer。你最喜欢吃什么？给我猜一下，你最喜欢卡的是 green， 对不对？如果你觉得妹妹跟别人的妹妹 exchange， 妹妹去做 Raiden 的妹妹，你会 OK 吗？嗯嗯。怎么嘞？我不可以。可是妹妹每天很想找人家做她的狗狗，因为你喜欢狗狗是不是？你好 Raiden。爸爸妈妈里面，你最喜欢谁？妈妈、妹妹、爸爸。没有一个罢了，一定要选一个。没有一定要选一个。全部。一个。全部。一个。全部。可是我整天骂你，你还喜欢我吗？嗯。怎么呢？因为喜欢。可是我整天骂你嘞。我还喜欢。我还叫你去上 class， 就上数学、上华语、上马来文，你会喜欢我吗？嗯。你怎么会喜欢我？其实喜欢你。觉得你还想要多一个弟弟或妹妹吗？嗯，要。你想要弟弟还是要妹妹？弟弟。怎么呢？就是要弟弟。弟弟可以跟你玩一起。你觉得你最开心最开心的时候是什么时候？是两个人，两个人。你最喜欢妈妈什么？你也不知道。你喜欢我什么？你不懂。你不喜欢我？喜欢你。你喜欢什么？我不知道。那如果有一天起来，你看不到我，看不到爸爸，你会怎样？不知道。什么都不知道的你。如果一天我呆了，我也不知道。哦，你就这样子啦，就不知道。哦，妈妈呆了，我呆了咯。这样你觉得玩 game 比较重要，还是妈妈比较重要？是吗？可是我叫你做玩给你还玩的，玩到一半啦吗 ？OK， 所以现在就是我们讲完的 question 了。你觉得你还有什么东西要跟我讲吗？满堂就弹转那点是什么？一百乘一百啊，一万喽。拜拜。喜欢 video subscribe 喜欢 video， 拜。哎，妹妹。OK， last 一个 question 啊，真的是 last 啊。OK， last question， 坐前来一点，可以走前来吗？坐前来，脚放下来的。为什么你什么都不知道？不知道就是。现在再问我 question， 我也讲不知道了，可以吗？